而且你一直提一直提，然后大家就会看到一些照片上面会说，好像要变胖，可是从头到尾就是没变，就没变。哎，那你还有持续性的在这里的运动？哦，就谢谢杰丽霞老师，你们好好哦。杰丽霞老师，他的那个杠，这个栏杆不见了。真的假的？可是地上没有哎。那他可能你们到底被逼一个主持人到什么样的状态？谢谢一下子，请廖汉简略的介绍一下这个 Battle Break Teacher。不要。